人其实有很是还是需要拯救的耶，对呀、啊，而且会垂耶，我知道没有办法，真的有点大。好了，看看他说了，你先，你安静一点，攻击彼此吗？他的文笔，我刚刚没有讲那么多。我刚没有把你讲成这样哎！我跟你讲，你真的是化妆技术真的超好，是不是？没卸妆的时候看不出来，一卸完妆，真的毛孔这么大，然后纹路这么多。没有，我就想纹路是没办法，因为其实我自己保养品卸这么多，我觉得真的最难挑的就是抗老系。没错，对，因为抗老系的大家会想到会比较熟龄嘛，那很多的抗老东西都是比较黏的，可能冬天用很重，厚重。对，可是这种夏天我跟你讲，擦上去好可怕，不行不行，完全不行，马上就冒痘痘。很多抗老的产品都很贵，但是今天呢，我们要来介绍这是开价最佳抗老精华液赏的得主，就是这一瓶，噔噔，好看好看，黄金比例双精华，它这个黄金一点是什么啊？对，为什么叫黄金比例双精华？你看到它有两一瓶有两管吗？这是开价你没有看到的这种设计，对，只有他们家有，而且你看到这旁边，你看到对一点一点，这是什么？24K金的这个黄金精华水，里面就真的是24K金的金箔。真的，黄金的呢，是真的黄金。你知道，黄金就是可以提亮我们的肌肤，对，让我们的肌肤呢补水、提亮、抗老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这个精华水就是帮我们肌肤先做到补水，补水。但是你看旁边是美容轻脂油，你知道，水油都要补，你不能只补水不补油。那油的比例跟水的比例就是2:1的黄金比例。所以你看到这个里面的精华油呢，有人参，有海藻。还有绿茶抗氧化，来试试看。它一挤就是两管一起下，对，是两管一起，两管就一起了，它就直接帮你配好了。配好了金箔，我看到了，你看。我跟你讲，你把它化开来，就你插上去，你会发现，哎，秒吸收，秒吸收，而且超保湿，对。哇，而且你看，好亮哦，手上的亮，好亮哦你，好亮哦，你看。而且你会感觉皮肤有一点紧紧的感觉，是整个往上拉上去，对。發現对，你看，哦，好 V 哦，有没有？你的苹果肌整个提上去，整个提上去，差不多哎。不用按摩，你看它的吸收度都超好，而且呢，虽然吸收度很好，但它的润泽度非常够。非常好，对，你皮肤表层是那种干净舒爽的，可是你的肌肤的底层那个水润度是你真的摸得出来，所以就蓬起来了，对，很厉害。这可以买哎，可以，我跟你讲，我要买，我要买这瓶啊，嗯，千元有找。不到1000元，一般都要上万元吧。就专柜那种大牌，那个都要是上万元的，这边不到1000元，真的厉害了，要不要抢？要不要抢一下？好啦，我们任务成功，谢谢你了。